体龙跟人家玩呢。他在那边体龙跟人家玩。爸爸一个。你快点拿来这边，他体龙。他不会，他都怕摔倒。阿爸还嫌无聊，哪里嫌？他还嫌，他还觉得无聊，坐着抓痒。让他，他等他小孩。当然不是啊，是吧？小江放上来，小江放上去。妈妈，妈妈。嗯，记得。妈妈看着好入迷啊。想要把这个车开起，那再来一次好了。刚好我走的也很累，换我开车。哈哈哈哈哈。放一首。